看我的恶犬行不行？嗯，哟，哥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呀，干嘛呀？这是干嘛打球呢？不是，你看吧，看啥呀？看你像个人。看我像个人？我不像人，我难道像你爸呀？就是呀、啊，就你这个样子，我跟你讲啊，还跟我爸真有点像。是吗？嗯，你爸也长这屌样？对，就长得卷毛卷毛的，跟泰迪似的。泰迪，我跟你说，这我大哥。还有，哎，你刚才说看着像你爸，那你叫一声我听听呗。嗯、爸。哎哎，这么听话呢？我是你二大爷，叫一声。二大爷。哎，我也要听，我三大爷，三大爷。三大爷。哟，真乖，好闺女。闺女啊，你这么乖呢？这样啊，今天你所有的消费，想吃啥想喝啥，都由爸来给你买单，好不好？走了。嗯，等一下，三大爷也去帮你分担一点。哎呦。二大爷也给你买单啊，好好玩。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买单。哎，美女啊，三个八买单。三个八啊，九块九，九块九啊。是这样的，我等会儿再支付。我在你这边看中了这个。美女，你要这个？对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你买不起。看不起谁呢？三万八。三万八？嗯，你给我来三盒。三盒啊，而且我今天还不买单，我等会儿让我爸过来给我买单。不是美女啊，你说你看着你也像五十了是不是？这全场都是三四十岁的，谁是你爸呀？看到那三个人没有？那个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爸。啊，你长得像泰迪那个是你爸啊？那你头发也没卷呀？哎呀，我拉直了，我跟你说我去洗拉直的。我不太信。不相信啊？嗯、我给你叫一声，叫吧。爸。哎哎。哎呦，还有闺女，还有这好事，白捡一个闺女，这挺懂事的。嗯。呀，美女，那个长得像泰迪还真是你爸呀？那就是我爸，那可不啊，那如假包换的。行，美女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咱们台就是呢，新店开业，就为了回馈你们这些客户呢，给你们准备了一条保暖裤，这送给你。保暖裤我可不要，你看我平时都是这样出门的。等会儿你送给我爸，给我二大爷、三大爷就行。行，那你这个的话还有两盒是吧？啊，你去那，那有两盒你拿走吧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欢迎下次光临。美女啊，买下单。买单是吧？嗯。十号桌消费了十块十毛钱。十块十毛钱。嗯。哎，才这么点，我来。我来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这都是小钱，是这样子的，你们今天消费在我们那个台球室呢已经达标了。嗯，这个呢是我们为你们准备的一款冬季保暖裤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免费送。对，因为你们消费达标了，所以这条呢是免费的。这么点钱就达标了啊？这样子吧，拿回去记得穿上。不不不，来把我恶犬抱好了。好。你先等会儿，你这什么裤子呀？这帅哥，我看你头发卷，没见识，你要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嗯，看到没有，光感一号的一个锁温裤，它可以防水、防污，还能防风。打开之后做了条黑色的嘛，经典百搭不过时，显高显瘦显身材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给我拿好了，看一下咱们这裤子版型是不是比较好？是。搭个休闲鞋、运动鞋、商务鞋都是没问题的。嗯、而且呢，咱们这裤子它做了一个升级的面料，它可以做到防刮、耐磨、不起球、机洗、水洗不变形。裤子还能防刮？开玩笑。我跟你说，看你就是不太相信。你看啊，嗯、这是一个钢丝刷，来，你来刷。我刷呀。对，我拉着，来，使劲刷。用点劲，没吃饭。有刮痕吗？有勾丝吗？一点痕迹都没有、啊。有起球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是不是？所以说啊，咱们这裤子的面料呢是比较好的。你看啊，咱们冬天选裤子，首先考虑到什么？保暖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来，把手伸进去。哟，暖和不？还小暖炉了一样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咱们这里面采用的是一个八倍亲肤的一个奥利宝宝绒，看到没有、啊？咱们这个绒非常的密实厚实，对不对？嗯。咱们这个呢，我跟你说，贴身穿不扎皮肤，不割咱们皮肤，因为它这个绒跟婴儿的肌肤一样的。嗯、你看咱们这后面全部都是这个绒，再看一下前面、嗯，前面是不是全是这个绒？我跟你讲，这条裤子的话有600多克，光这个绒就占了500多克，绒越多，咱们冬天穿上越暖和，是不是？你说其他的没用。是暖和了、啊、但你这怎么还里边加两个补丁呢？我跟你说，你戴了个眼镜像个文化人，但是呢一点文化都没有。这个可不是补丁，它是一个石墨烯的保暖贴片、嗯、上面布满了石墨烯的导流纱线，石墨烯有一个导热的性能，是不是？对、啊、这样子吧，眼见为实，是不是？我给你做个小测试、嗯、放你身上不亮，放狗身上不亮，放我身上不亮，是不是、嗯、别眨眼，看好了，看到没有？哟，怎么能亮了呢？是不是？来，腰部拿过来、哦、腰部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这裤子也太高科技了呀！我跟你讲，咱们这个呢，它采用的是一个 UV 光感的一个锁温技术、嗯，它可以把咱们膝盖的温度、后腰的温度牢牢的给锁住，从而达到控温、锁温、保温的一个效果。哦、你看，咱们寒冷的冬天，不管你是在工地干活也好，是不是啊、下地干活也行，咱们这个只要腰部和膝盖保护好了，这两个地方保护好了，就说不容易受寒受潮，是不是？肯定的呀。那冬天穿上是不是暖和了呀？对对对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咱们裤子的一个卖点在后腰处内置了一个芯片，这个芯片刚好卡在咱们个后腰处，嗯、针对。
对于久坐办公室不爱运动的人，或者是你们这些就说仰卧起坐做的比较多的人呢，咱们是有好处的，懂的人都懂，对不对？你再来看一下咱们这裤子的一个做工，包边包条没有多余的一些线头、啊、看到没有，这个包边跟这绒是平齐的，这样子的话咱们贴身穿不扎皮肤，不割咱们的一个皮肤，对不对、嗯、对。而且一条高品质的裤子你得看它的一个弹性，弹性 来转一下，一二三是不是弹性真好，咱们这个呢是有六个尺码的，可以从85斤穿到230斤、嗯、不管你瘦还是像他一样有啤酒肚将军肚大肚腩，放心去穿，不卡肚子不勒腰，主要是咱们这个男女老少都可以去穿，当个亲子装当个情侣装没问题，你们三个穿还可以当个兄弟装呢、嗯、不是啊老板，你说你这裤子就给我们一条，这裤子真好，我想给我老婆也买一条，这贵不贵啊？我跟你讲这价格还真不贵，咱们啊我跟你说是老板自己生产的，就是回馈老百姓的，这条裤子几十块钱，才几十块钱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在哪买啊？这个点呢点头像进入直播间，一条裤子也包邮啊。那这样子吧，这一条的话就给你吧，你们两个的话没有份，他买单，因为是啊、这样子吧，你们支付一个102，多少钱？10万零2000块钱呀！不是你跟我玩套路呢是吧？你刚刚说十块钱台费嘛？对呀、啊。我给你们讲啊，这个台费也免了，这裤子呢也不要钱，但是你们就得付这么多钱。为啥呀？为啥是吧？有女儿没有？没有啊。放屁，没女儿！刚才叫你的时候，你在那应得可好了。刚才你女儿在我们这儿拿走了最好的茶叶，每一盒38000，拿走了3盒。刚才叫你爸那个。那是误会，我俩就认识一分钟。我认识一分钟，人家叫你爸你还答应呢？那你叫我爸我也答应呀。我跟你说你认识我了应该有六分钟了吧，你叫我妈看看。叫你妈能免台费吗？你先叫妈妈、叫妈也没用，我跟你说这单该买还得照样买。不白叫了吗？赶紧的，怎么支付快点。不是你们这是。人家说了这裤子是给你的，没有我的份。来。不是大哥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关机了。你不是你们干嘛去啊？不是你这能不能不要收了？你还没人看，你买不买单？你买不买单？赶紧的，怎么支付？不是你轻点，我这毛好不容易烫的，好不容易花几百块烫的。你先付钱啊！付啊！哎呀，过来了呀！来，先生，这裤子我跟你说，冬天啊，您穿得上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这便宜占的，让你占便宜。